자, 노성을 아주 원어투 쌍다같이 원투투 下面有请本场比赛红方，他来自武林风训练营，他应该是武林风擂台上最近刚冒出来一位新星，一位小将，但是他也是在所有年轻的一代的选手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名选手，因为他在场上的 KO 率达到了80%，就是10场比赛是以有8场是 KO 对手获胜的，个子很小，但是力量很大。 一般我们来讲，一个人的力量大，可能速度就慢，但是他的力量、速度和技术达到了一个完美的组合。而且更有趣的事儿，虽然他年纪小，但他已经是孔族烧鸡第20代传人，从小吃烧鸡长大的身体，肯定跟我们一般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请来自武林风训练营孔龙。 东鹏特饮，为中国勇士加油！掌声送给孔龙。好的，裁判员王心凌，比赛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我们在北京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一场男子的自由搏击赛，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我们熟悉的新人王孔龙啊，面对这个来自俄罗斯的根纳季博尔佐夫。孔龙在我们武林风的选手中呢，属于 KO 率极高的一位选手，在我们前面的比赛中呢，大家也对他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从全新一代一直到了我们现在武林风的这个赌场赛呢，孔龙的这种超高的爆发力的这种打击呢，也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的对手是这个俄罗斯锦标赛的冠军啊，也是这种苏联联邦制的这种锦标赛的冠军，有点像我们国内的这种散打比赛。那现在对方是这个身高比孔龙要高很多。 孔龙目前的保持在这个武林风擂台上的这个胜率是相当高，而且 KO 率已经将近达到了 80%。 我们来看一下孔龙面对这种高挑个儿的这种打击呢，已经有很多的经验了，自己的这种低位摇臂进去，然后从后面的后手接击啊，就是这样的前后肘连击，裁判并没有干预低位的击服，对方表情有点痛苦啊，后手两次，三次连击，他能把对方拿下，啊，对方被击倒了。 这有刚说过，恐龙对这个低高挑个儿的这种打击呢，是看来这次击腹对对方的这个伤害是比较大的，不知道对方还能不能坚持。好，还可以坚持，但是我们都知道啊，恐龙是非常善于这个打追击的，啊，对方想碰拳，恐龙没有前后手，后手连击，前后手打击，揣过来，又击倒了，恐龙有一点点这个追击啊，裁判已经认为不再适合打了。 孔龙这场比赛又给我们来了一个非常短时间但是很兴奋的这样的比赛啊，恭喜孔龙！当然，在这样的比赛中呢，我们再给小恐龙做一个广告吧，我们的恐龙还是单身啊。观众朋友们，记住这个来自大东强武林风训练营的这个小伙子孔龙，我们相信他还能在我们这个擂台上走得更远。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恐龙 PKO 对手，有请颁奖嘉宾河南万明阳传媒董事长张经洛先生为恐龙颁奖。2015年可以说是恐龙的幸运之年哈，在这一年有很多的观众认识了你，并且喜欢上了你。那么接下来有什么样的打算？我会把握每一场比赛，我会参加更大型的比赛，我会把握每一场比赛，我会继续 KO。